钱粮收拾好了，哥。嗯，收拾好了。你这怎么做呀？来，哥，咱俩把盐倒这里边。哎，这么多盐，这是什么做法？哎，给你露一手今天。哎呀，真给你。喂，我宁愿吃不完的盐。鸡蛋搁里头。还能搁啥？哥，倒点水。哎，好嘞。今天吃一下兄弟那个手艺啊，你就瞧好就行了，哥。我见过和面的，没见过和盐的。和盐的，哥，再来点水。蒜搞里头。好嘞，哥。行，哎，我就拿这个啊。对，这，哎，拿那个。哎呀，这个烟真沉。大弟，啊，吸点啥拿回来。来来来来，下边放两张，放两张吧。那再放一个。好，好了，包起来吧它。一定不搁烟，你都不用搁烟，哥。今天尝一下。兄弟的手艺，嘎子兄弟，你这还要用这个手法呢？你啊，必须的，哥，这玩意儿咱们能吃就会做，会吃就会做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这一看哥就是能干活的人。嘿嘿，哎呀，这活干的真好。今天来了几个朋友帮忙，要捡点柴火。你看。这样吧，哎呦我，你这肚子行，哎，吃肉没白吃。好手吃肉饭，就得整点大碗。这原料是正经东西。啊，这是真的。这可好了。开始，我是万万没想到，嗯，好呀，这是个有味道的泉呀。好了，咱们开，哎，就是泉，这就不能。